么？人类与怪物。有一天，两个种族战争爆发了战争。经过漫长的战争之旅，人类赢得了胜利。他们用一道魔法咒文，将怪兽封印在了地底。啊，很凶。很多年过去了。波特山是有点太大声了。爬上去的人们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伊波特山，伊波特山是吧？怎么了？我们掉进去了。我们跌进去了。伊波特山的下，这个 BGM 也太洗脑了吧！Undertale 开始吗？这是用键盘玩吗 ？OK， Z 或 Enter 是确认 ，X 或 Shift 是取消 ，C 或 Control 是菜单。F4 全屏 ，ESC 退出 ，HP 等于零的时候你就输了。好，为堕落的人类匿名，我们要叫做，我们叫做 Yaki， 我们要叫做 Yaki， 好 ，Yaki， 好。嗨，嗨，怎么样？我们现在出现了是不是 ？C 是菜单，状态一等 ，HP 20，树枝，防具是绷带，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哦，感觉没什么很特别的东西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小花。一种名叫小花的花，你刚来地下世界对吗？天啦，你一定很困惑吧？有人得教你这里的游戏规则。小花不才，不得不挺身而出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开始吧。看见这颗爱心了吗？这是你的灵魂，是你生命精华所在。灵魂很脆弱，只是随着。等级提升可以变得更强。LV 是什么意思 ？LV 当然就是包包啦，原来是 Love 啊！你想得到 Love 吗？我这就给你一些。哎呦 ，Love 是通过这些白色的友谊颗粒传递。准备好了吗？动起来！你这蠢货，在这个世界不是杀人就是被杀，谁会错过如此的大好机会？死吧！不不不！真是个残忍家伙，居然折磨这么一个弱小无助的孩子。不要害怕，孩子。什么？什么？托利尔是遗迹的管理员，他出来救我。每天都来这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人堕落。在你之前，已经很久没有人类来到这里了。来吧，让我带你穿过这片地下墓地，怎么样？他来救我是不是？这边走，走这边。真的可以跟着他走哎、欸？是什么？什么？遗迹的阴影在上方笼罩，让你充满了决心。HP 完全恢复了。好，存档，谢谢。欢迎来到你的新家，单纯的孩子。让我指导你如何在遗迹中行动吧。
到处都是谜题。古人把遗迹啊，哦，不是，古人把消遣和开门合在一起，所以只有解开谜题才能进入下一个房间。挺适合这些谜题的出，啊，适应这些谜题的出现。要解开这个谜题，你需要打开多个关卡。别慌，别担心，我已经帮你在正确的关卡上做了记号。Z 可以阅读哦。顺着路走。那，欸，我可以超越他吗？这不好什么东西。哦，机关，我正为你感到骄傲，小家伙。让我们去下一个房间吧。这个按钮根本不能用，我觉得很危险的。等一下我们可能要被杀了。因为你是人类，在地下可能会遭到怪物的攻击，你需要知道如何应付这个场面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方法很简单。遭遇了怪物，你会进入战斗。陷入战斗时，友善的跟他们交谈，尽力拖延时间。我会出面化解冲突。哦，这么好啊！训练人偶，啊哈，嗨。无所事事发呆。哦，我砍死他了。啊，假人不是用来打的，是用来聊天的。我们可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对吧？哎，我怎么杀了他？嘿嘿，对不起。还有个谜题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解开。哎哎，什么？哇，吉特，我们可以什么？行动，我们可以查看，攻击四，防御五。这个敌人的人生，并不轻松。好，好。哎，嗯，怎么走掉了？怎么走掉了？哎，没有经验哎，好烂哦。地图，这就是谜题。但是，来吧，牵着我的手。嗯哼，哦，好好哦，跟着你走就没事啦。这个谜题有点太危险了，你也知道很危险。你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好，我的孩子。Of course， 我有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要请你去做。哎，我想让你一个人走到这间屋子的另一头，请原谅我。什么？快走，后面有怪物来了。什么？要没有了？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吧？这游戏能多恐怖？哼，再恐怖也只有这个这副德行吧。这个到底什么世界啊？放我出去！还是没有镜头啊？设计的很好哎，欸。他，啊，怎么躲在这里？你好，我的孩子，别担心，我没有弃你而去。我一直都躲在这根柱子的后面。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这么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你的独立性。什么啊？我有些事情必须要去忙了。OK， 请留在这里。我把手机给我，这世界有手机哦，有什么需要 call 他吗 ？OK 啊，乖乖的好吗？我很乖啊，我很乖啊。啊，头利啊，你还没离开屋子对吧？有几个谜题我要解释，如果你去解决的话太危险了，要乖啊，好吗？嗯，好，好的，呱呱呱呱，打扰了人类，
我有一些关于和怪物战斗的建议。如果你按特定的方式行动，或者选择战斗，直到快要击败他们，他们可能就不想要继续和你战斗了。如果一个怪物不想和你战斗，就请对他仁慈点吧，人类。呱呱，是你呱呱。你调皮的在树枝里打滚。好，哎，成长。我很抱歉。什么东西？避开了你的目光。仁慈。啊，我真是个仁慈的人呐、啊！我是这世界上最仁慈的人了。这里不能过吧？危险！这里危险！换边，换边！吉啊什么？挖吉特！啊哈！呱呱呱呱！哇！他打我哎、欸！我傻眼！仁慈。我逃跑了，我不杀生的。每一个每人一颗，什么？写着每人一颗，拿一颗糖吗？拿一颗糖吗？拿，他都这样写了。拿 NC 打开菜单，怪物糖果说明。治愈时 HP 是一种独特的非甘草味道，有一种独特非甘草的味道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没什么事，先回个血好了，回个血，回个血。啊，刚刚是不是屏幕闪了一下？哼，我一点都不想跟你们这种人战斗。啊，蛋！这个不会跟我打、啊。我怎么来了？对啊，这里是一定会掉下来吗？啊，这里一下就，这感觉没什么意义啊。啊，叮叮，怎么了？我是想问问你更喜欢哪一种？肉桂还是奶油糖果？肉桂好还是奶油糖好？好，你选肉桂。明白了，非常感谢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不会不喜欢奶油糖吧？我知道你更喜欢哪一种，但是你不会因为在你的盘子里就挑食吧？好，我明白了。谢谢你的耐心，我已经出来溜溜达了，好吗？四分之三的石头，希望你推开。对他们，是啥？这，逃跑！嘿嘿，简单，轻松，漂亮。怎么走啊？我跌下来了，这是哪里？该不要重走吧？欸、真的、欸。对应着走就对了啦。哦，对应着下面走啦。哦，我想到奇怪要怎么走，这样有点等了。这里吗？哎，走错了吗？哦，要往下绕。OK， 要往下绕。我、哦、真厉害哎！我第一走就可以走到这样，哼，太多怪物了吧？逃跑！不要跟他们打架。
漂亮。我看一下后面是什么。小魔怪，什么？我们观察一下他。攻六防零，什么？就是没大脑，气质好，就是没大脑。吐泡泡，吐泡泡。哦，看一下啊，有点危险欸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。当心点，伙计。谁说你能随便推我了？啊？你想请我挪个地方？好吧，只为你啊，小可爱。你想让我再挪一点？没问题啊，这样行吗？反错了。方向不对，漂亮，挪得好。哎，干什么啊你？牛，想骗我啊你？哇，我可是很溜的好吗？再来啊，再来啊，再来啊！别别别别别！哼。想到有朝一日老鼠会离开洞穴吃到乳酪，这使你充满了决心。OK， 这有个老鼠洞哎，这有乳酪，它粘在桌子上了。